绿队客家族一年一拜的重要经典法土，绿队客家文化园区的二零二四绿队秋树祭，市民的初二就会开始了举办。今年是用合作西海太平洋来规划的连登五礼拜的内列主题法土。合肥非合肥中心今明日是盼的琼花队贴盼法的仪式，绿队秋树祭的内列法土就按内开始的。绿队秋树祭法通今年已经第九年，十一月初二开幕式，将会有请前人贴盘花拜白公。我本人在国家都为我们客家精神啊，传统、现代、环保、美学啊结合。绿队秋树祭那天法通规划客庄路跑、闯关亚传奇、田园摘菜、客家美食体验，也讲下看天阳。绿队六阳期，我要乡下来说客家白盐亚豆同民众做交流。绿队秋树是交流，用物嘅交流呢，用文化来交流。上礼拜俺希望用盘花，还有白盐，啊用乡土来交流。啊，乡土只不过要特产，要相关嘅像货房嘅啊展览。合肥中心主任何金良表示，绿队秋树祭对二零一六年起办理，到今已经迈入第九年，特别对二零一九年开始，持续得到交通部观光署、台湾观光署联络发通，韩国台二零一三。今年得到观光亮点，十体文化发通体验奖嘅肯定。今年除了提绿队客家文化园区以外，绿队乡区也有配合相关嘅发通，邀请民众到绿队感受秋树嘅喜悦。客家新闻潘胜光频道报道。